哎，你说，还会有谁知道张显赫的下落？吕四几个被抓了，在逃的人里面，唯一一个可能跟张显赫有联系的，就是吴红，说不定他知道些消息啊。叫他换一颗花晕。 找张显赫的事，你以后别再插手了。人是我丢的，我当然要把他找回来。你摸到张显赫的行踪，为什么不汇报队里？为什么自己单独行动？我那不是怕万一晚一步人跑了吗？你是不是想在警队摁下他之前，想单独见他一面？他什么都没说就消失了。 可有受了伤，这中间肯定发生过什么事儿。不管发生什么事儿，都跟你没有关系了。你已经不是王静了，以后生活中也不会有张显赫这个人。化验结果出来了，从张显赫的住处收缴的冰毒中不含麻黄素的成分。 不含麻黄素，没有料头，也能制成成品冰毒。理论上完全可以，但是纯化学合成难度极大，一般的制毒人员掌握不了相关的技术。在张显赫的临时住处，也发现了化验用的简易工具，好像是在搞研究。哼，10217专案组成立以来。 我们就一直没有把张显赫这个人真正的摸清楚。不管怎么说，张显赫对于我们来讲都是非常有价值的。只要顺着他，就很有可能摸到马洪涛的动向。你是觉得，马洪涛如果不涉及冰毒生意，就不会大费周章向我方林弄到手。那张显赫现在有下落了吗？目前还不知道他在哪里，但是我已经派人去查了。 这是化验科的同事提供的线索。化学合成冰毒需使用催化剂，这种催化剂可以从狸藻科的植物荨麻草中提取。荨麻草是普通的中药材，大多用于减肥、降压类药品。我国严控麻黄素，但是荨麻草不在广泛范围之内。收网审讯时，从吴红的麻袋嘴里得知，吴红正在准备帮一罗姓商人收荨麻草药材。 这种情况恐怕不只是个巧合。那你有下一步的侦查方向了吗？我们跑了十几处药材市场，没有一家有卖荨麻草的，还有据店家们说，全岭南都没货了。这事挺奇怪的，不可能突然之间荨麻草全体绝迹了吧？后来我们就继续向相关人员打听。 最后还是景松在一个药材市场的货运司机那儿问到了情况。荨麻草的药用性不广，市场价一低，没有农户愿意投入量产。目前仅依赖于孟城地区的苗寨寨民的传统种植。之前这种草药还很冷淡，今天突然有15家，被人从源头给垄断了。垄断？没错，好像是被一家药材公司在孟城就给切断货源。 知道是哪家药材公司吗？现在还不清楚。看来得去趟孟城呢。有任何情况，及时向我汇报。你跑哪儿去，大哥？打电话也不接。没看见豪庭出事了吗？出去避了阵风头。 我正想问你呢，这豪庭怎么突然就让警察给封了？我怎么知道？你伤全好了？嗯。哎，最近别拉货了，帮我一忙。你有被害妄想症啊？这满大街都是人，我犯不着磕你一人坑。哎，帮我把吴红找出来。 吴红，就那虎哥的大姐大朋友。我听道人都说了，
他那麻将馆也被警察给封了，我上哪儿给你找吴红去？找不着吴红，就让吴红来找我们。我把我身边的哥们儿姐们儿全都嘱咐了一遍，就凭我德子啊，我这四通八达人脉，你放心，不出三天啊，你找红姐算账的事儿铁定能传遍岭南。到处说我串通条子，嗯，那就你没蛇，不是你点的炮，还能是谁啊？你胡说八道！秋虎那天口口声声跟我说你是条子，老子还没来得及收拾你呢，你倒好，倒打一耙。今天咱就在这里把事情给解决了。哎，等，真不是你？那天除了你，秋虎身边是不是没有黑皮跟着？你说这黑皮整天像个尾巴一样跟着秋虎，为什么偏偏警察抓人那天他不在？我亲眼看着秋虎跟方林也逃走了，他八成是跟黑皮打了个配合，让条子来对付你跟张显赫。估计现在啊，他带着方林不知道上哪儿去另起炉灶了。我凭什么信你？我老姐汪珊珊还在牢里吃牢饭呢，我怎么可能是警察啊？秋虎想拿我坑张显赫的钱，借你杀过来，就挑拨离间，泼我脏水。我算是想通了，这个节骨眼上敢出来对质的，都是干净，躲起来没动静的那些，都心里有鬼。豪庭被封了，你接下来混哪儿啊？东躲西藏呗，朋友家也不敢去，就把条子找上门。有没有兴趣跟我干？真的？可你现在不也自身难保吗？只要挺过这一阵，老娘还是会出头的。行，姐，从现在起，我就是你的人了。嘿，红姐，这什么地方啊？这里以前呢是个溜冰场，老板卷钱跑路后就没人管过了，只要你进出注意点，就不会有人查过来。我住里面那间，阿勇他们住这间，你就住他们隔壁吧。好嘞。红姐，咱们就猫在这儿，什么也不干，想什么呢？
什么也不干，吃什么呀？前阵子有个老板找到我，让我帮忙收点药材。什么药材啊？那些个破药都一个模样，我哪能记住那么多名字？阿勇，破药叫什么来着？荨麻疹。啊，对，荨麻疹。荨麻疹。哎，红姐，你知不知道张显赫最近躲哪儿了？你是他女人，你都不知道他在哪儿，你问我呀？我跟他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。那小子豁出命去救你了，顺道也把我拉下了水。出事之后，你就真没跟他再联系过？条子抓人后，最忌讳的就是联系同行。我躲还来不及呢，还联系他？谁让你找人了？不是让你放假了吗？就是闲来无事，顺便找了一下。你是想从穆红那儿套出张显赫的线索？没有。见都见着了，就顺便问了两句。那你顺便问出张显赫现在在哪儿了吗？他也不清楚。穆红现在躲在一个废置的溜冰场里，目前想暂时帮人收药赚钱。过两天他会去见一个药材公司的老板，好像是被一家药材公司在孟城就给切断货源。知道吴红是帮哪家药材公司做事吗？还没。好像是刚搭上了线。先不扑人，据目前搜集的线索来看，吴红现在收的这种药材很可能跟一种新型病毒有关。盯紧他，摸到是哪家药材公司，马上向我报告。好。您这意思是又让我查案了？休假结束了。您这一会儿嫌我状态不好强制休假，一会儿又觉得我好使，可劲使唤我。您这一出又一出的，我都赶不上趟啊。我现在状态是好，可心态崩了。你说。这老头脾气真够大的，开个玩笑。你哪位啊？你们岭南的警察脑子不太好使啊，连我是谁都要问啊。孟城分局禁毒大队的吴峰，叫我阿峰就行。你也是侦查员？不像吗？做侦查的长得像警察，那绝对不是个好警察。不像警察的个个都是精英。兄弟，第一次见面这么夸我，正位说话啊。接下来我们从哪开始着手调查？规矩一，调查期间我们不提调查两个字。那应该说什么？规矩二，当地起床的第一件事绝对不能是工作。那么请问你这个当地人起床之后应该干什么？规矩三，一切都得听我的。哎，别那么紧张啊，放松点。你今天刚到，好好休息休息啊。行，下个个体户了哈，我总觉得还差那么点意思。别整这些虚的，咱们下一步怎么开始啊？照片里
跟苗族人合影的那个叫阮善，就是他，把寨子里的驯马草全收了。想不到，你还查得挺快啊。苗寨寨主是我远房叔爷，接下来给你们牵个线，搭个桥，把货源拿下来。只要驯马草全在我们手上，还怕以后出什么幺蛾子？我这次主要是查药材公司，没必要垄断货源。这个阮善，他是哪个公司的？你叔爷知道吗？他们老一辈的苗族人啊，汉字都不识几个，哪管什么公司啊？先找到阮善，摸清他的底细再说。现在这个阮善在哪？有线索吗？有线索。不过我倒是打听了一下他的小癖好。只要你们队里经费管够，找到他，分分钟的事儿。看什么看什么？说。确定阮善会出现在这里？阮善是你的命，放心，人铁定会来。来，干嘛？我们得参与进去啊，要不一会儿被看场的给赶出去了。跟头行动。哥，老李他们怎么？他们在隔壁包厢等你。哦，行。阮哥，哎，雪飞来了，大家都在里面等你呢。好。吴雨飞。程景松，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我过来出差，朋友带我过来，顺便玩两把。别巧了，我也是来出差的。你现在还……我现在在倒卖药材，没有干老本行了。你呢？我也是做生意呢，玉器啊，减肥药，什么赚钱做什么。就那个房间，都是些什么人在玩？还有人把守？那都是熟客，一般人还进不去呢。啊，我那些客户还都在里头呢，我得去陪好他们。这个呢，是我电话号码。这两天给我打电话，咱们约出来叙叙旧。啊，好。我走了。记得打给我。嗯。有熟人啊。行。认识阮善有戏了。陪我走走啊。变化还挺大的，以前呢是特警队员，现在就像个跑当班的小老板一样。人总是会变的，你跟以前也不一样了。那你觉得我是变好看了还是变难看了？还行吧。
那时候在学校的时候啊，所有女生都把你奉为偶像，那时候你可是看都不看我一眼的。没想到你竟然还能记得我。你跟林强是室友啊，以前你们总在一起。林强去哪儿了？他在上班。上班他不来找我，让他找我来。好。啊，对了，昨天在赌场，我看你跟那个阮老板挺熟的，你看方不方便引荐我们认识一下？你说阮善啊？嗯。找他干嘛呀？我这不做药材生意吗？我想分一点他的货。那我为什么要帮你啊？我。你结婚了吗？结不结婚？那你有女朋友吗？你没事吧？鞋跟断了，这怎么办呀？要不先回家，咱们改天再聊吧。别呀，鞋跟断了，我又没断，我还能继续走的。你等我会儿。修什么鞋啊？要背背，要抱抱啊！背背，好呀。那我背你吧。明天中午12点，预先茶庄。啊？啊什么？你不是要我给你引荐阮老板吗？啊，谢谢啊。菲菲，你跟阮老板不要说我以前是干特警的，这种身份不方便跟他们交朋友。我懂，你就放心吧。听菲菲说你想要几箱荨麻草。对，我手上有客户想买，我听同行说所有荨麻草都被您给收了，所以我想跟您谈谈能不能分我一些。呀，六哥前阵子还好说，最近我也正头疼着呢。苗寨寨主那边突然间不给我供货了，应该是有人重新给他谈了个新价格。有人跳出来跟你抢货源？是啊，老板刚打电话过来，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骂。哎，想问一下阮哥，您现在在哪家药材公司高就啊？我常年在孟城收药，给几家公司打工吧。来，喝茶。喝茶。罗老板，这位老板是？啊，我姓孙，我是罗总的司机。文罗，我先出去了。二位，请坐。您上次让我找几个人把岭南地区的荨麻草都收了回来，这次找我还是同样的活儿？
这次有别的事情让你去做，目前有20多家药厂跟我们签订了荨麻草的销售订单。现在的问题是有人在抢我的货源，我希望你带人去，帮我把货源重新弹回来。罗老板，这样的话就简单多了。丫头，明天带上阿勇、小五，跑一趟孟城。我有自己的人，用惯的人更顺手。一周内，帮罗老板搞定。就拜托你们了。喂，曹大，这段时间情况怎么样？收购荨麻草的采购员叫阮善，我已经跟他搭上线了。接下来我会摸清他背后的药材公司。春华药材公司老板是个叫罗坤的人，林强已经向我汇报过这些消息了。林强？林强一来，那我再跟阮善接触，那我岂不是多余的？他进展得很快，已经见到春华的老板了。现在是这条线上最适合化妆侦查的人选。你在孟晨配合好林强的工作。什么情况啊？现在去找你那个债主叔爷拿荨麻草货源还有戏吗？你不是说只查药材公司吗？想不到有生之年我还能出药材，我这辈子没出过岭南呢。咱才出去几天啊，你这大包小包的都带了些什么东西啊？我告诉你，咱这次要速战速决，最快3天，最迟不过1个星期。你这次要是搞不定这事儿，你的能力就彻底被否定了，以后别说出差，门儿都别出了。这什么情况还不知道呢？咱俩就俩人，那万一抢起来人家人多势众的，这又不是岭南，我叫帮手都叫不着。现代社会要智取，智取懂吗？罗老板对我太不放心了，大老远还让你们跑一趟，辛苦二位。不过事情已经解决了。解决了？对，我在当地认识这个小兄弟，他刚和苗寨那边谈好了货源，好赖我也算是把这个荨麻草全收下来了。没想到你这个小兄弟还挺能干的。哦，他明天去苗寨收药，你们也一起跟着过去，也当给老板监工，让他放个心。哎，认识一下，这就是刚才提到的小程兄弟。哎，你不是？这二位是，来介绍一下，这是汪小姐，那是她的朋友。哎，阿德要来，你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一声？你也没提前知会我呀。我不是给你打电话了吗？临时通知也叫提前啊？我带阿德来有我的安排，你突然横插一杠，已经扰乱了我的计划。曹大先派我过来的。你突然出现，到底是谁横插一杠？原来你就是不买这事儿啊，才要接荨麻草货源的。早说呀，早说我跟曹大汇报撤出不就完了？阿德把我认出来了，你打算怎么跟他解释？阿德的嘴好堵，他可比你更会配合我。好好准备准备吧，一起去苗寨。
些都是新建的。欢迎。哎，这就是你说的翘你活的同事，你妹妹。王倩，吴峰。你好。你好，欢迎。行，跟我走。阿峰啊，啊，实在对不住了，各位，这个荨麻草啊，还是不能给你们。树爷，咱们说好了吗？怎么突然变卦了呢？阿峰啊，这就说来话长了，我把代理权给别人了，实在对不起了。树爷，咱们的关系，这我实话给你说吧啊。希娜谈了个男朋友，哎，她突然跟我说她要结婚。希娜要结婚？哎呀，这姑娘啊，成天跟我闹啊闹啊，我实在拗不过这个宝贝女儿啊，就答应了这个事儿。哎，谁知她也要荨麻草。哎，来客人了。哦，正好，希娜的男朋友来了。来来来，阿贤，来来来来。来，哎呀，我给你介绍介绍，这是我的侄子，吴峰。他是来收购荨麻草的陈老板。怎么，你们认识？嗨，何止是认识呀，就之前的生意上就不来往，算是老朋友了。欢迎各位。你之前说出生的地方原来就是这儿啊，还真是好山好水好风光啊。既然大家都认识，好啊。哎，今年给你们，明年再给你们，生意大家做，有钱一起赚嘛。那不行，我们可等不到明年。生意的事情咱慢慢说啊，既然来了，哎，参观一下咱们寨子美丽的风景。阿峰啊，你先把朋友们都安排一下啊，其他的事儿啊，晚上啊，我会安排好的。你好，我叫希娜，是阿贤哥哥的未婚妻。你好，我是汪倩。希娜，你先上去等我。去了懵懂，换上了笑容，带刺玫瑰绽放深的红。不逃避，不去想，不怕痛。黑夜中的翅膀下生风，追逐心中不灭的火种。
想着爱，想着有，想前冲。